Hello， 大家好，我是袁航，欢迎收看新一季《纵观中国最来电》。这季增程 PK 插混的节目是我们杰出的下策，就马不停蹄开始拍摄。从发地魔幻城市重庆出发，导演组从一开始就给出了终极考验任务，就是要看看哪台车最省钱。带着这个终极考验任务，我们这一路上啊，其实也是遇见了各种问题。收看《纵观中国自然电》第五季，真真正正的这个高原的极限续航是怎么样的？这块塌方了，把路都砸坏了，把我们车给砸了，我人这都快没了，我跟你说。这条路封上了，目前还不知道多久可以开通。早上六七点是吧？拐回镇上找个地方咱们停一下吧，那没办法。哎呦我妈！这其实比上一季 BBA 那些的好太多了。车机这块国产就没出过。嗯，出发。刚才你说什么了？出发。厨房里面会有煤气灶、微波炉、洗碗池和冰箱等等设备。推，啥也不是。再见。有两个可以充电地方，右边特斯拉在充，左边被一辆油车占着。这是一个比较老的加油站，所以我们这辆车遇到了一个问题。经过4429公里，260个小时，测试车队最后还是有惊无险的抵达了这次测试的目的地珠峰大本营。这趟测试我们都持续在高海拔地区，除了对人的考验，对这三台车也是一大考验。这三台车在这趟测试行程中啊，表现差别还是挺大的。那我们就先从你们最关心的那个问题，省钱大作战谁赢了开始吧。在最终花费上啊，比亚迪唐 DM-i 全程4429公里，只花了2232.22元，合一公里啊只需5毛钱，毫无疑问的赢得了第一。而问界 M5 和理想 ONE 分别花了2787.54元和3099元，贵出了好几顿饭钱。而至于这些车这一趟都加了多少油，充了多少电呢？来，我们全新的数字化大表格已经为您准备好了。看到现在，你可能就会问了，为啥要选这三台车来做测试呀？虽然我们的节目叫最来电，但是我们可不是只测纯电车型，所有新能源相关车型我们都会进行测试。而且秉承着最来电的传统，每次的测试难度都是逐渐加码的。这一次我们要从重庆出发，先前往世界的中心冈仁波齐，再掉头回来直奔珠峰大本营。行驶的路线呢，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318，这也就意味着对于纯电动车型来说，全程跑完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因此我们就使用了为了弥补电动车续航里程不足而出现的插混和增程车型。而这三款车型呢，插混的比亚迪唐 DM-i， 增程的理想 ONE， 还有问界 M5， 正好可以用我们的严苛测试给您看看增程式技术到底是不是落后技术，而插混就先进到全面领先吗？我们刚刚在理塘把电油全补满了，所以从重庆出发呢，我们跑到刚刚的理塘，三车表现平均一共跑了839公里，我花的最少啊530块钱，然后第二名是问界580多块钱，最多的理想 ONE 你猜他们花了多少钱？720块钱，这都快1块钱一公里了，真是把这个增程式技术是落后的技术给坐实了。同样是增程式技术，人家问界就表现就很好，和我这台插混咬得很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增程技术是不是落后的技术，取决于你有没有把这个技术加以改造。技术本身是没有错的，得看你调的好不好。你啥都不弄，就是为了让你的电池组有一个发电机能用电，那这个技术真是相当落后了。出现的早就是落后技术吗？或者说是基础性它就是落后技术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而且这一路上至少遇到了有五六台理想ONE，包括我们的同事都觉得这三台车当中我这台车坐起来最舒服，它是解决大家需求的技术，我觉得就是好技术啊。那只是听起来高端，写在纸上的那就是纸上谈兵吗？三款车当中两款增程车，那必须也得分优秀和一般，那一般的是谁我就不多说了，你们都知道。除了这次增程式车型以外，还有一款 PHEV 的插电式混动车型。那大家都说插电式混动性的技术多么的先进，那增程式多么的落后，那以最后的这个用车成本来看也没有相差多少嘛。其实这三台车啊存在较大差异的部分，不光光是在增程与插混的动力形式上，他们在新能源的心上面也有着自己的优势和不足。这个新除了动力外，那无外乎就是那些科技配置了。我们最来电的测试啊，也不仅仅只是动力呀、续航呀、可靠性这些传统项目，在大家现在最关注的智能化和自动驾驶辅助上，我们也会通过每次的不间断测试向您展示他们在真实使用环境中的真实表现。现在这些个新车啊，除了动力参数外，宣传的最多的就是自己的算力有多么多么厉害了。那这个算力到底是个啥东西呢？在现代汽车身上有很多的芯片，它们分别管理着发动机、变速箱、车机、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等等等等。而今天的小课堂要讲的是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自动驾驶辅助芯片的算力，因为它不仅关系着这台车的自动驾驶辅助的体验，更关系着我们的安全。首先给大家来讲一下各个厂家用的算力单位 TOPS 到底是什么。 TOPS 就是一秒能够进行10000亿次运算，片中的比亚迪唐 DM-i 能够做到 10TOPS， 也就是每秒能运算100000亿次，是不是觉得很多？但其实第三季的蔚来 ET7 能够做到 1016TOPS， 是比亚迪的100倍还多。但人脑的算力并不能这么简单的去估算，如果非要说个数的话，曾有科普文章进行过类似的估算，大概是 5000TOPS， 是比亚迪的500倍。但算力高并不意味着自动驾驶辅助和主动安全就好，软件算法优化也非常的重要。这就跟解数学题一样，解对的方法有很多，真正厉害的是解得对还解得快。所以说我们在评判一台车自动驾驶辅助好不好时，并不能简简单单只看一个算力数据，更重要的还是要看他们的真实表现。算力数据只能代表他们的硬件封顶水准是多少，而空有好的硬件没有完美匹配的软件的话，那对于用户来说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讲过了理论上的东西，咱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三台车在实际使用场景中会是什么样的表现。美意佳明可以超收吗？佳明可以超收。美意可以超收。好的，那咱们就正式要开始200公里的自动驾驶辅助测试了啊！这次段路的最高限速就是120公里每小时，现在是8:34，然后里程131.5公里，5秒钟之后开启，5、4、3、2、1，开启。我这个车道保持太难用了，整体的成熟度是非常高的，也没有画龙，也没有向左或者特别向右偏。下面美意，我宣布咱们现在跑了整200公里，终于结束了。我堂上的这张记录的纸都快要记满了，我这个车道保持太难用了。它的 ACC 没什么毛病，挺好使的，全程就1次退出，那也是因为右边有一大车紧急变了线。但是它的这个车套保持功能真是不太好用，它会瞄这个道路标志线的边儿，也会在车道线里画龙。我觉得它在车道保持这一块的软件标定啊，还是再需要优化优化的，让驾驶员来用的确是不太的有信心，希望在之后的 OTA 升级版本里它能有所改善吧。我尽量问解 M5， 它其实它车道居中会居中的很好，也没有画龙，也没有向左或者特别向右偏，但它更大的问题在于，但一打灯我这个辅助驾驶就自动退出了，变道完成之后再把它恢复，但你们立马又要再变道，我又得再弹出去一次，就这个让我很痛苦。它的限速识别不是那么精准，我们全程这个高速几乎大家都是顶着120的限速来跑，但它经常性的会识别是限速100，
这台理想 ONE 在辅助驾驶方面的优点啊，它的 NOA 是免费的，而且它的导航显示页面真的非常的清晰，不只是虚实线，甚至实线离我到底有多远，它能看得清清楚楚，甚至是连旁边的中统是什么颜色，有什么颜色构成。如果说是前后没有车辆，它会非常干脆利落的达到明线完成；如果是实线，或者说是前方有危险距离车辆的话，它会告诉你现在的道路情况，然后不会去并线。它每次自发的去提示你可以变换车道的情况下，都会问你可不可以、要不要。这样的一个舒适度，你会感觉这个车在你的掌控之内，还是比较不错的。下一个我们要给您测的，那就是智能化，也就是各个厂家说的智能座舱了。你别说，这三台国产新能源车啊，在这点上的表现还是比上季节目中的那三台 BBA 强的不止一星半点。我昨天在停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旁边是没有车的，我很容易的下来。不过好在腾 DMI 它是有这个远程车辆遥控这个功能的。然后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封闭的停车场，你得先选择它的行驶方向，比如说我先要把它倒出来，我点一下这个往后走的这个键，然后我得一直这样不停的沿轨迹绘制滑，它才会缓慢的从这儿出来。再动再动，好好出来了，咱们找个地儿去吃饭啊，用模糊搜索先试一下。你好小迪，我饿了。你要选择第几个？哦，它是能听懂的，你看它可以看到给我列了六页，我看看我跟他说我想吃什么，他能不能给我精确的找到这个位置。我想吃海鲜，你要选择第几个？确实可以啊，他直接给我搜索出海鲜的馆子了啊。它其实就是高德地图导航的这么一个功能嘛，它能显示出你这个馆子的评分啊、人均啊、价位，这点其实我觉得已经赶上了现在手机的这么一种使用体验。我要去商场，你要选择第几个？第二个。他现在啊没有给我规划出附近的停车场，咱们一会儿到了看看他能不能规划出附近的停车场。我现在离我导航的目的地还剩1公里了，但是他现在还没给我推荐出来这个导航点附近的停车场。已为您推荐目的地停车场。行了，在离目的地还有450米的时候，他给我推荐出来了两个目的地的停车场，让我点击前往。我在超市疯狂购物时，梅毅正和他的自动泊车系统斗智斗勇。OK， 我们来试一下理想 ONE 的自动泊车表现怎么样。目前几个还没有找到车位，无需泊入，请停车。开始泊车，请注意周边安全。方向盘这第一版实在是力度挺大的。泊车已完成。无车车位似乎难度太低了，梅毅决定给自己提高一点难度。这个车位5米的车长，我对自己能不能开进去都有点不自信。我们试试他的自动泊车能不能搞进去。找到车位，他就没识别这个位置，他自作聪明想看一下他能不能识别的。找到车位，无需泊入，请停车。是吗？那个墙上有两个电箱，你知道吗？我现在贼害怕。你就说说这有多窄。我这个脚啊，在刹车上直发抖，你知道吗？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停停停！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泊车已暂停，请确认周边安全。要不然自动倒车识别不了悬空的，这儿没有雷达，是能停进去的。我们还是看看佳明怎么和车机学起了厨房知识。导航到拉萨市内三个不同的补能体系，看看导航搜索出来的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小易小易，我想充电。找到多个充电站。哇，可以对我说第几个或下一？咱就选第一个特来电吧。第一个。那我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好，走，出发。你的颜值一时之间让我慌了神。出发。厨房里面会有煤气灶、微波炉、洗碗池和冰箱等等设备。出发。这些东西。走走，出发出发。哎呀哎呀，走，导航，麻烦死了，走。我们已经到达刚才导航到的特来电充电站，它这里显示有16个快充，4个慢充。我们下车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导航是非常准确的，有16个快充桩，所以里边呢有4个慢充桩，那辆比亚迪的唐 DM-i 现在就已经在慢充了。咱们去看看下一个地方吧。两个快充桩，未来汽车充电站。确实如导航所说，这儿有两个充电桩，右边特斯拉在充，左边被一辆油车占着。那你说如果这个时候你的电已经不多了，你来到地库就想给车好好充电，结果发现这么一个情况，心里得多难受呀。好的，我们现在去第三个充电的地方，有4个快充桩，小鹏的2.2公里，咱们去这个地方 look look。我们顺利用问界 M5 的车机找到了小鹏的4个快充桩。首先可以看到这边有一辆油车占了一个充电的位置，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卡车，因为它阻挡在这里，里面这3个桩车是进不来的。相比于充电，确实在加油站会更加的方便，你们觉得呢？从重庆前往拉萨的行程中，我们已经充分感受到了这三台插混和增程式新能源车的特点，对于他们的自动驾驶辅助和智能化配置也已经非常熟悉了。相信屏幕前的您也通过我们在真实场景中的测试，感受到了这三台车各自的优缺点。但是我们的行程还没有结束，拉萨只是我们此行的一个休整点，并非最终的终点。在下期节目中，还会有更大更难的挑战等待着他们，所以请不要忘记我们，敬请期待我们的下期节目吧。跟上一个加油站一样，这个加油站同样没有95号的汽油。最终我们还是顺利完成了全部的旅程与测试任务，到达了这里。